A B C D， 剪刀石头布，欢乐学习，让下课更有趣，天天欢乐，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会被常常说、哦、我好害怕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好害怕什么。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害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会有恐惧呢？其实恐惧跟害怕呢，它有可能是我们人的本能，它也有可能是后天的学习，而我们呢是经过可能过去的人他有一些经验的学习而感到害怕，那也可能呢是因为经过了一些训练，战胜了这些害怕，慢慢的就学习到一些事物呢，好，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就不害怕。所以其实这个害怕呢，一般来说，好，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呢有这个恐惧的感觉。那当然啦，如果就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恐惧呢也是源自于我们的罪。但是呢，小朋友啊，可能在害怕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来自大人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哦。Thank you.
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今天呢，在我们的信仰故事当中，花儿姐姐要讲两个故事要给小朋友听。第一个故事呢，它的题目叫做闭着眼睛过桥。小朋友有没有经过这个桥过呢？好，就是你有没有走过桥呢？那其实在桥的下面哦，可能呢就是会有水啊，或者是这个河流里面呢有一些可能我们不晓得一些危险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过桥的时候啊，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哦。可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眼睛给闭起来过桥，那是不是呢更可怕了呢？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则故事啊，它是选自于用故事教养好孩子这本书当中讲到的眼睛闭着过桥。恐惧来自你内心深处，放弃恐惧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只要有排除万难的毅力和恒心，你就能够创造奇迹，做到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真正勇敢的人会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跨出自己的心理之门是取得突破的第一步。斯科罗吉是一位心理学家，他想知道人的不同心态对行为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于是他邀请了10个学生来配合做一个实验。斯科罗吉让10个人穿过了一间没有灯的房子。请大家手牵手跟我一起走，他说道。在他引导下，这10个人都成功地走了过去。然后斯科罗吉打开了房间里的一盏灯，这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下，成功走过去的那些人才看清了房子内的一切，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地面是一个大水池，水池里有许多凶狠的鳄鱼，水池上方搭着一座窄窄的小木桥，而刚才他们就是从这个小木桥上走过去的。斯科罗吉又问，现在你们当中还有谁愿意再次穿过这间房子呢？没有人回答。哎呀，下面是凶狠的鳄鱼，如果掉下去结果太可怕了，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终于有3个人胆大的站了出来，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速度比第一次慢了许多。另一个很害怕，踏上小木桥，走到一半时竟然趴在小桥上爬了过去。第三个刚走几步就一下子地趴下了，再也不敢向前移动半步。斯科罗吉接着又打开了另外几盏灯，灯光把房间照得如同白昼。这时候人们看见了小木桥的下方装有一个安全网，由于网线颜色太浅，他们刚才没有看见。现在谁愿意通过这座小木桥呢？斯科罗吉问道。这次又有5个人站了出来。好了，实验结束了，说着斯科罗吉将头转向剩余的那2个人问道，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还不愿意过桥吗？教授，这张安全网牢固吗？这2个人异口同声地反问。很多时候成功就像通过这座小木桥，当你看不见桥下的鳄鱼时，你可能还可以走过去，而当你清楚地知道了鳄鱼的存在时，却会为自己内心的恐惧所阻碍。恐惧来自你内心深处，放弃恐惧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不知道下面呢有鳄鱼，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这个安全网呢到底牢不牢固，你敢不敢走过去呢？其实在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啊，花儿姐姐呢告诉你大概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呢去学习来战胜这个恐惧哦。第一个呢就是恐惧本身。好，恐惧呢它是拦阻我们梦想的原因。好，因为呢小朋友我们看不到心中的恐惧，因为呢它会让我们受到伤害，那我们很害怕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挫败。所以呢其实小朋友我们真正害怕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应对我们的恐惧呢？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我们的恐惧？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承认你是害怕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出呢你为什么害怕，然后呢你可以试着写下啊，如果呢最后的结局就是当你害怕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再来呢就是写下如果你克服了这个害怕你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那最后呢就是小朋友可以去参考过去的成功经验，也许呢你过去也曾经有过经验但是你成功了。当然学习面对恐惧呢就好像小 baby 呢他在学习走路一样啊，要一步一步的，好，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呢就变得很勇敢啊，什么都不害怕，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克服我们心中的这个恐惧，我们产生了这个勇气，那你就会发现啊，当这个恐惧消失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好好呢去展现自己的时候了。所以呢华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学习面对恐惧，战胜恐惧哦。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梦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东看西看，变换花样，要让东西不一样。哦，新的一天，快乐迎接，想一定会实现。啦啦啦啦啦啦，热情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跟我一起转个圈圈，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叮叮当当，轻轻锵锵，乒乒乓乓。我换了喜悦，认真面对，要让事情都完美。哦，只要相信，全心付出，就能领会真善美。啦啦啦啦啦啦，快乐面对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勇敢面对每一个考验。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花儿姐姐说两个故事啊，给小朋友听。刚我们前面呢，听到了闭着眼睛过桥这个故事。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讲的这故事呢，叫做《大自然给了他无穷的想象力》。哇，这个想象力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花儿姐姐呢，先把这故事啊，读给小朋友听。等一下呢，再跟小朋友来聊一聊想象力的重要哦。杰尼是克里斯蒂安·福尔哈德的小名。他是1995年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得主。由于小时候回乡村的外祖父家度假，杰尼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杰尼家的屋后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离大树林很近。这儿虽然不能够跟乡下广阔的原野相比，但毕竟是都市当中最接近大自然的地方了。杰尼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花园里，尝试要观察自然当中的一草一木。他有一个记事本，里面详细的记载了花园里面每一种植物的名称以及它生长的情况，什么时候抽芽了，什么时候开花了，什么时候凋谢了等等，都有详细的记录。除了观察植物之外，他还研究缓慢爬行的瓜牛，搬运食物的蚂蚁，忙忙碌碌采蜜的蜜蜂，翩翩起舞的蝴蝶等各种的生命。他努力地去理解大自然正在发生的一切。为了理解这一切，他制定了一个复杂的研究计划，努力自己去寻找答案。但很多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杰尼就依靠着书籍来解决。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大自然能够教给小朋友无穷无尽的知识，包括了各种动物、植物等这些大自然的杰作，让小朋友可以得到有关于动物、植物、矿物、地质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大自然的广阔以及无私的奉献，还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培养小朋友的广阔胸怀以及高尚的心灵。森林对小朋友来说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游玩场所。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游玩，在碧绿的草地上，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会感到自在自由。好，小朋友，这是今天花儿姐姐呢读的第二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告诉我们说森林啊，其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当然，这个每个小朋友呢，在森林里面，不管是看到了什么，都会觉得很好奇。有时候呢，这个好奇啊，就让我们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呢，其实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好，可是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想的呢，好，这个大人们会觉得说，哎呀，这小朋友啊，真是想太多了。好，但事实上呢，其实花儿姐姐啊，要鼓励小朋友，我们呢，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其实有这种想象力的小朋友啊，其实都是很幸福的。因为呢，通常有想象力的小朋友呢，都是比较乐观的，而且呢，也是比较热情的去爱或者是探索呢这个环境跟世界。而且呢，在这样一个丰富的想象力当中，也充满了无限的创意啊。所以小朋友呢，不只是大自然或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其实花姐姐啊建议小朋友，你也可以呢阅读绘本。因为呢，在绘本当中啊，有好多的故事啊，它呢都能够去让我们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也许我们的想象力呢，好，可能是穿梭古今啊，或者是飞天遁地啊，或者是变大变小啊，好，那也可能是无边无际的。但是没有关系哈，因为呢，其实很多在绘本当中要传递的啊，不管是教导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呢要教导我们一些观念，那事实上呢，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故事，让我们呢，好，就是不断的去咀嚼，不断的去想。不管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它可能是比较惊悚的，或者呢是它是温暖的，或者是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未来的，也有可能呢是一个过去的啊。但是不管这故事它怎么样的变化呢，其实小朋友，当我们在看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呢运用我们的想象力，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想想啊，如果呢有一天，好，就我们自己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跟解决哦。
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在第二个故事里面讲到说，这个森林呢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哦。其实有三个字呢形容我们在森林里面的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啊，那就是森林浴。这个浴呢就是淋浴的浴，浴室的浴啊。那这个森林浴呢，其实就是指的说我们因为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压力，好，所以呢好，我们可能呢就喜欢呢漫步在这个森林当中，然后呢去享受这个大自然呢，好，给我们的一些疗愈啊。那森林浴呢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呢我们会专注当下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呢去吸一些芬多精，好，那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振奋的心情，或者是提升我们的创造力。那当然最重要的森林浴的好处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减压哦。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下